好了，乡亲啊，当时农历的三月二三是妈祖生，有不少的信徒拢到妈祖宫去拜拜，甲妈祖来祝寿。分林西的复兴宫有信徒伫个鸡卵面顶镭射雕刻着古锥版的妈祖的形象，号名号做圣诞。啊，那这个南投的草顿马庙方是来准备着有妈祖画像的马卡龙，送予到庙里来祝寿的妈祖的客囝来享用保平安。昆林西丽复兴宫桌顶放真侪贡品，有大金菇、王来、扑克梦花草的包啊，搁有招财进宝的碰饼。上特别的是，宫雕绿色鸡卵，因为刻得真油，和妈祖信徒拢看个真美。来这边是第一次看到，很特别。信徒讲，这宫雕绿色鸡卵有这个意思，让大家能够财源滚滚，有一点难度，因为这是光雕，蛋嘛很容易破嘛，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上，你要特别的小心。这贡品拢是要替妈祖庆祝生日的。南投草屯雕亲宫草屯妈今年生日，庙方特别邀请全部妈祖的信徒来个庆祝，嘛准备1200份的马卡龙，将马卡龙顶的妈祖拢画个真古锥。是小孩子最喜欢的马卡龙，然后还有印这个妈祖的神像在里面，讨人喜欢。除了妈祖版的马卡龙，庙方也公布由南投一间高中设计小路版的商标图，把小路版的妈祖印在了背仔送予信徒。妈祖生日，各地妈祖庙方和信徒拢发挥创意来替妈祖庆祝生日。